Hello， 大家好，再过三天呢，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双十一了。那一年之中的这一天呢，就是所有厂商他们折扣最杀的一天。所有的厂商啊，都会在今天呢相互较劲，一杀黑，一杀杀，所以消费者是不是得利了？没错，大家可以趁双十一这一天呢，好好的让自己开心一下。身为你们的工商巨巨呢，今天就来一一的把我长期合作的厂商的双十一优惠公布给大家。来，这种纯工商真的可以吗？其实今天呢也不是这么的单纯。今天除了把折扣分享给大家之外呢，我还会也提供给大家非常优渥的抽奖活动。那抽奖的办法呢，我们每一间厂商我会一一在影片中公布给大家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把影片看到最后。我们有哪些长期合作的厂商呢？可能有很多新来的观众不知道，我们在每一支影片的下方说明栏呢，都有我们的合作厂商资讯哦。好，所以说我们有六间合作厂商，那我们今天要先从哪一家开始介绍呢？食衣住行，我就先从食开始。那大家都知道啊，在健身呢，你一定要补充足量的蛋白质，我们的肌肉才会长大。而鸡胸肉呢，就是这些蛋白质来源中的 CP 值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食物原型来源。那平常跟我们合作的月见山鸡胸肉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只要输入盖我的折扣码，就会享88折。但是在双十一这一天哦，只有这一天，他们有一个活动，就是20包200克的鸡胸肉，只要1111元，非常非常的下杀。那这样子，这个活动是因为折扣码的关系吗？当天呢，你不输入我的折扣码，你也会有20包1111元的这个活动。但是如果当天你买了20包，再输入我盖伊的折扣码，他们还会再多送你2包，就是各100克的鸡胸肉。哦、等于说那天你打我的折扣码，就跟88折无关，但是会多送你2片肉。哦，盖伊，那这20包的组合包可以选口味吗？不行哦，这个厂商帮大家配好就是10种口味，然后每一种各2包，总共20片给大家。说起来，月见山鸡胸肉的口味是蛮多的，但你自己最喜欢的是哪3种口味？我自己最喜欢油葱、牛奥良，然后原味。依照这个排序是前三名，对不对？对，这组合包111元，那除以20包等于每包只要55元，所以应该算是非常便宜哦 ，CP 值非常高。它这一片的蛋白质有42公克，这个算是 CP 值非常非常高。对，那月见山这次提供了我们什么抽奖项目？他们提供了10组鸡胸肉的礼盒，那每一组礼盒里面呢都有10包的月见山鸡胸肉。哦，那应该要怎么抽呢？抽奖办法呢，晚点会在我的脸书粉丝团上面公布，就大家只要在上面留言说我要抽月见山鸡胸肉礼盒。就可以参加抽奖哦，所以说留言这个是抽鸡胸肉，那接下来还有其他奖品的话，也会有其他留言内容吗？哎，没错，没错，其他留言内容大家记得看下去。然后如果你每一个都要抽的话呢，你就每一个都留言，就全部都让你抽。关键对，那这样机会就很大喽。没错，那我们赶快来介绍下一间吗？好，我们第二间。假如呢，你一天的蛋白质摄取不够足量，但是又真的没有办法吃下任何东西了，那么蛋白质补充品呢，就会是非常好的选择哦。盖伊，难道你说的是？哎，没错，第二间厂商就是，哈哈，没错，就是 My Protein。My Protein 的这次的折扣呢，它会从11月10号的晚上9点就提前开跑，然后一直到11号的晚上12点。对，这段时间之内都有他们这一年之中最大的这个优惠活动。虽然说是一年之中最大的优惠率，但其实详细的折扣内容呢，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，因为买批的窗口 Amy 啊，就是不肯告诉我们。很神秘，真的是很神秘。不过我猜每年不是什么5折5二折，今年大概也是这样。我个人觉得非常有机会在。更大，也许4-5折到4折，我觉得都蛮有可能啊。真的，那这样改变3折2折，我都不完了，我还不至于买爆。买了一年应该足够。对，他们每年一年比一年还要狂，然后满额礼的部分，我觉得越送越好。
升他们的正常发挥。那这次双十一限量商品呢，有一些他们新出的，我个人非常喜欢，像是这个哦，台湾的黑糖珍珠奶茶口味乳清蛋白，还有他们的手机环，就放在后面可以让你就颤手指立起来的那个手机环。大概喝过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喝过，觉得第一个非常顺口，好喝。我觉得它还有带一点枫糖味，枫糖奶茶就很像枫糖黑糖的鲜奶茶的那种感觉。对，那除了这些以外，还有什么限量商品呢？还有限量的神秘口味蛋白棒。大胆假设，但是黑糖真奶口味。我大胆假设，黑糖的六层蛋白棒口味。那说到这个呢，他们最近还有新推出了世界厨房的乳清口味。这个系列你觉得怎么样？一整个系列，我觉得第一个他们的设计非常好看，就是光是设计就让我觉得。它应该是好喝的，然后我自己喝到我觉得不错的，像是爱尔兰咖啡，对，一样就是有淡淡的那种拿铁香。那大家喜欢的话呢，就不妨趁这一波双十一购入喽。耶！那这次 Michael 提供了什么样的抽奖呢？他们提供了神秘口味的乳清一公斤装的，还有神秘口味的六层夹心蛋白棒一盒，总共有12支，然后我们总共抽5组。那该应该要留什么样的颜色可以抽奖呢？非常简单，你只要留言说我要抽1111MYP 限量商品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哦耶！啊 ，MYP 讲完了，那接下来是哪一家呢？好，要来了吧？没错，第三间厂商就是蔡药师的保健食品品牌啦。健身魔，这是他们从11月5号到11月15号呢，全馆单品79折。没错，单品79折之外呢，如果你再输入该我的折扣码，还可以再帮你折上折。那除了这个以外呢，他们还有什么其他优惠活动？这次呢，你只要消费单笔满5000的，他们就提供 iPhone 12 Pro 一支来抽奖。抽奖，满5000可以有抽奖资格。那如果你消费好几个5000，就可以抽好几次。哦，对，意思就是说4比5000，就有4个名额可以抽这支 iPhone 12 Pro。另外呢，在双十一的当天呢，早上11点跟晚上的11点呢，他们会再赠限量111元的购物金哦。这个折扣模式很丰富，听说到时候还有新品每日滴群也可以开放一个。那如果说你说鱼油带或者滴群呢，就可以趁双十一这样一波购一波，而且可以顺便拼一下 iPhone。拼一下 iPhone 哦，这个很重要。啊、另外呢，这次药师健身活提供的抽奖就是鱼油加钙各一路，然后5组。哦，那留言什么呢？留言说我要抽魔幻乳子蔡药师双宝。哦耶！哇，这个磁力！魔幻乳子蔡药师的双宝。哦，那这样十的部分讲完了，接下来可以介绍到一的部分。哦，讲到一的部分呢？哎，盖东西呢？没有东西吗？哎，已经被我穿在身上了。听见呢，它一直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健身服饰以及护具品牌。那这次的双十一呢，听见他们当然也会有年度的最低优惠折扣，像是经典款、基本款、服饰跟护具呢，都会依不同的品项有3折、5折、7折、8折的优惠折扣。三折，非常非常。例如我最喜欢的穿搭组合肌肉背心加 premium 长裤，以及蛙背背心加尖条训练长裤都在里面哦。而且还不止这样，如果大家有上他们听证的官方网站看看、啊，你们看到的护具以及服饰这些基本上都会有折扣哦。11月10号呢，当天听证他们就会在官网公布折扣内容哦，所以大家有兴趣喜欢的话呢，就不妨先上他们的官网看一下自己喜欢哪些款式。免得11月11号早上的11点呢，就被大家抢购一空，开卖销售狂，买不到自己喜欢的商品，就真的有点可惜了。那大家在结账的时候呢，也别忘了输入该我的折扣码，帮大家折上折哦。来，那这是第一天券有没有什么新品上架的？大家想看新品，我带大家直接去现场看一下，走。在。
听证的双十一新品拍摄现场。哦，今天来大家看，非常多兴奋的。对，你现在穿的是什么系列？今天身上这套呢是听证他们这次的反光系列。哦，它也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喜欢的一套。这个反光条，它虽然这套呢看似很低调，其实我觉得它还蛮闷骚的。哦，对。身上这个线条。那今天这样试穿下来，你对这件双十一的新品有没有什么心得？第一个非常有趣，哦，然后非常有特色，每一套都很有它的记忆点在。哦，太空的那个就基本上它不会皱，所以你穿起来就整个很挺，就很体面的感觉，但是又有柔软的舒适的触感。对，然后反光系列就是帅，除了前面影片提到那些经典款有折扣之外呢，这次的新品一样有折扣哦，那敬请期待喽！哇塞，哎，直接被浪了！盖盖，那这次 Team Jane 有没有提供粉丝回馈抽奖呢？当然，他们这次很大方的提供了3000元的购物金，而且一共有3位哦。哦，那盖伊，那我们要留言留什么呢？留言说我要抽 Team Jane 购物金3000元哦。那抽奖者呢，一定要密切关注健盖的粉丝团，因为我们会在11月11号早上的10点开奖。哦，那听众呢，他们那边会在11点开卖。哦，如果你晚一点的话，可能就会抢购一空，对，就买不到自己喜欢的那一套服饰哦。哇，看完听众呢，我们的11点告一个段落啦。哦，接下来就是住行娱乐啦。住行，该我们有住行的合作吗？没有，但是我们有居家健身的器材。哦，Blaze 勉强跟住沾得上边。那这是找自己的兴趣。那这是 Blaze 提供的哪些折扣呢？基本上呢，非常的简单暴力啊。我们跟 Blaze 呢有一个合作的网站，那网址呢会在我们影片下方的说明栏，就是那个点进去，就是你去比对官网，不论他们折扣有下杀到什么程度呢，你从我们的连接进去就会看到，哇，其实比他们的官网还要再更便宜呢。哦，就是这么简单暴力。不错不错不错。哎，那像是热门震动按摩箱啊，或者可调式哑铃都在里面吗？通通都在里面。哎，那这是 Blaze 提供什么样的抽奖呢？他们提供了3组的折叠式瑜伽垫，而且不需要留言，你只要在11月11号到15号呢，在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网址，就是影片下方说明栏的网址，点进去有消费的话呢，就可以直接抽奖。那如果你有抽中的话呢，我们就会直接寄到你家去。哦，是一个直接回馈消费者的概念。没错。OK， 那讲完了 Blaze， 接下来该要来到我们最期待的娱乐时间了吗？娱乐吗？啊，娱乐不就是卖东西了吗？什么？我们双十一当天呢，除了全馆商品7折之外呢，还有这个经典杯，他们有限量111个，只要111元。哦，这个经典杯最近很火，值得回味一下。可以，有没有介绍一下这个经典杯最喜欢的？最喜欢哪个？其实每个都非常非常有自己的特色，就是每个玩起来都有不同的好玩。但是回过来讲，我个人还是最喜欢经典杯，回归最原始感动。对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开箱经典杯。哦，对对对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之前的开箱。那 Tenga 他们呢，除了在双十一当天的7折折扣之外呢，他们11月9号到15号呢这一周每一天呢都会有4个限量商品，然后5折折扣。哦，对，折到坏掉。那折到坏掉再用在这边，好像怪怪的。对，那除了这些单次性使用经典杯以外，如果是要考虑到重复性使用商品，是重复性使用，这个蛮有感的。哦，进去的时候可以就是按压，压，然后它会有那种吸的感觉。组合里面有一些小手术。对，那个就是等于说在里面帮你按摩的感觉。按出来。看出来。可以可以可以。除了杯杯之外呢， Tenga 他们还有非常多有质感的周边的商品，像是有包包啊，然后马克杯啊，然后衣服啊，小夜灯啊，甚至还有一些小公仔，非常非常的可爱的质感。那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就不妨上他们的官网去逛逛喽。OK， 那是 Tenga 提供了什么样的抽奖内容呢？他们提供了3000元的购物金3组。可以去买，除了买杯杯，也可以买上次提到的质感小物。对对对。那抽奖的话，留言什么呢？留言
我要幸福抽 Tenga 购物金，就可以参加抽奖哦。哦，那也不要忘记再叠加概念的折扣嘛，折上折哦，又是一个折上折的概念。没错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概念，我帮大家整理出来的这一次双十一各家的优惠活动啦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，就不妨到该我的影片下方说明栏的连结去逛逛喽。也不要忘记，最重要的就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团上面抽奖哦。我们会在11月11号的早上10点呢，准时公布中奖者。哇，大家都密切注意哦。对，一定要密切的关注自己有没有得奖哦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。有任何问题，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。我是健哥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